一点点，听见你在叫我，叫我，我的心起起落落，像被曝条的花，我的暗色比日色搁较侪，唔莫太早离开我，世界已经太寂寞。
讲，后面是怎么回事？环游世界哦！你这个歌哦，你唱到让我们觉得庾澄庆唱国语的是不对的。对，请改，请你改过。超越了，请改。哎，唱唱太好了，你唱太好了啦，恐怖了啦！哎呦，哎，又帅又会唱哦。听听评审怎么说？来，评审老师，来，伟昭，评审怎么说？就是我有吓到哎，没有没有，我说有没有比你帅？有，你看赢了。怎么唱的怎么样？那个感觉就是很，就是我会完全不是我会唱的那种风格，就是真的很帅气，很燃，很炸，会让大家就是很想站起来跳舞。个人特色很明显，这个歌的那个味道用闽南语表现，原来是那么好啊 ，Dina。我觉得就是爽，爽啊，就是闽南语整个超有那个气场，那个酷，对对，然后用那个转音，尤其是那个副歌，感觉好像逆着风，然后对对对，骑 U bike， 然后没有坐垫，不要了，不要那个会痛吗？这么痛啊！太冲击了，上瘾了，上瘾了，上瘾了，太痛了，来主审，主审，太棒，太棒，来，莫瑞，我觉得他的副歌很特别，因为拖娃气吧，哎，对，有可能有一点点导音的问题，然后那个击败，击败，击败。其实我应该要唱击败，要唱标准一点，不然会被有心人士听成别的意思，就会很有趣。他给你我所有是什么？火力娃。这个球那个力道会应该就是对那一句转波龙火力啦，转波龙火力啦，对不对？我倒装，爱个狗，转波龙火力啦。哎，感觉大方，好像更好，比较到位，这样改的比较到位，比较接地气啦。阿姨变啊，阿姐啊，阿沙里一点，叫阿沙里，那力道很够。哇，你这歌没有办法评语啦，没有办法。妈妈教你讲台语啊？对，因为其实妈妈都是，这是妈妈改的。对，妈妈有帮我听啊，她一直说你确定要唱这个歌吗？没有，她说这个副歌这样有点不文雅，新歌怎么叫你唱这个？没啦，晒啦。但是因为他的华丽转音会让我们就是模糊那个地方，真的，对不对？你太会唱，就真的尽量把他那个就是用技巧去把他那个顺下。对对对对，我总觉得秉桓是被低估了，因为他歌唱的一个实力，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说哦，音乐这老天爷在你身上开了个大玩笑。来，你这句好好讲，哪里有玩笑？已经这么帅了，音乐那么好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昨天刚好聊到 RMB。真的 ，RMB 因为 RMB 经过后来这个陶喆那个时间段里面之后，就整个熄火了，就是就 RMB 变少了。2000年那个林志成，张志成，或者是方大同，方大同，张志成那不是太平天国了，不是李志成，太多了啦，李志成，然后他们在这个 RMB 的那个年份里面，因为中文的这种东西啊，你用。RMB 会显得 gay 白，对，比较没有那么入，对，比较容易 gay 白感，容易 too much。阿三伟跟着，这个怪怪的。然后就是说我们唱的比较直接，啊，后来那一 part 以后就开始流行这个rap， 就开始抬头 rap 才慢慢抬头起来。是，那 RMB 因为在台湾被低估，本身就被低估，这样的歌手要好好加油。你看，才后来才有 Jay 向他们 ，Jay 向对，对，所以像高宇轩，对，还有一个高宇轩他们这些要唱这种 RMB， 你还是前辈。哇，真的，你唱的是在他们之上，但他们比你帅多了。不是啦，别人讲聊天啦，我要秉桓撑着点，撑着点。